文成，哎，你之前写的那篇文章还在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王记者，我想正式接受你的采访。我想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。告诉那些正在处于痛苦当中的女性，比起自救，创伤后的自愈更重要。也许我只能帮到他们一点点，但是我还是想做这件事情。我希望你能把这篇文章写出来。好。1年半以前，我遇到了一个男人。